甘油料，你会晓无？哦，袂晓咧，无紧无紧，袂晓，咱明天来当学学诶，来啊，再过来唱，咱好朋友来听咧啦吼。那啊，感谢咱诶这样讲吼，咱诶空中美人来赞助咱新村诶公仔啦吼。祝福咱所有侪侪咱诶好朋友，拢总会当现金财宝来甲赚甲同舒快啦吼。啊，嘛感谢咱所有侪侪遮尔侪吼，咱诶好朋友来这样甲咱诶共襄盛举，无少着咱诶金卡玉宝宝贵诶时间，半价光临来参加咱这样讲遮尔热闹诶盛会，互咱诶盛会热闹滚滚，无限。来讲晒啦吼，祝福咱所有侪侪咱的好朋友，拢总会当来个现金财宝，赚个同舒快哦吼。啊，咱的头一位安排咱这个吼漂亮宝贝，长得也非常的高挑了吼。今麦要找咱的高挑美女吼，在咱的舞台顶，今麦足少的呀。每一位都是比较娇小玲珑，较高姿的。啊，但是吼，阮这虽然露咖，但是面部嘛生了真高姿安尼啦吼。啊，安排我们的月儿，月儿很像那个古，古早人的名了。你有在看迄个古装剧无？有啊，我有看。真的，你有感觉你的名，这个名，你是为了学来的吗？对啊，我想说安尼看起来较温柔，较温柔安尼就对啊啦吼。这个月儿吼，也长得非常的古典美人安尼啦吼。哎，还长得非常的漂亮，啊，特别嘛非常的赞啦吼。我们的歌坛真的新人新秀，对吧？哦，新秀安尼啦吼。然后今天的新秀，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，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没有第一次啊啦。你应该好几次了咧，有出来练习好几次，练习好几次了咧，然后我要跟练习几排队跳啊咧，咱咧在咱咧歌坛的时候，缺少我们的新的人，咱就是爱好咱看咱的好朋友换新换新，讲较袂用看轻，所以吼爱好看较新鲜的安尼，因为伫咱咧逐年吼，每一年吼咱咧阿母上吼，终于传播落去，再来甲咱做演出，所以咱咧节目吼拢一定爱来个换新换新安尼啦吼，啊感谢咱所有一个咱的好朋友，啊咱的好朋友吼，若无你赶时间的好朋友啦吼，胃口来甲咱欣赏甲。会祝福咱所有姐姐，咱的好朋友，拢总会当来买轿车，过来甲咱客家过人吼。来，咱的月儿来安排咱头一首吼，来比较抒情的歌曲，来送由来送予咱所有姐姐，咱的好朋友。哎呀，咱的庆祝当首长，然后来邀请咱的水果女王，加载歌载舞，各安排咱嘻哈上界流行吼，咱的钢管辣妹秀的水果女王，直接要来甲咱做表演安尼，然后所以咱的节目是讲非常的精彩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来个敬请期待哦吼，来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而且咱的月儿过来安排第二首歌曲。来继续干杯跳恰恰，好，谢谢，来干杯跳恰恰。Bye-bye.
心的掌声鼓励啦哈！哎，祝福咱所有姐姐，咱的好朋友拢做到。